当大家再次看到这是九技能网红机关的时候，大家就应该知道今天有大事要发生。没错，正如他的名字，咱们今天要给他洗一个权力属性。别问为什么不用诸天，只能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出生在罗马。来吧，150个目潜能国，这波耗费接近4500万，也不知道这波洗点下去能加多少伤害，但是我估计3100伤害应该是随便洗一洗。来吧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好了，最后几个啦，咱们这个权力宝的话，到时候抓鬼也好用，平时任务也好用，而且 PK 的话，因为是瞬击，出其不意带隐身套啊，对面可能也不好清咱们这个权力宝宝。加了点，看看属性怎么样。加了接近200点伤害，现在伤害已经来到了3053，还不是很高啊，因为他们诸天的话都是达到3700了。仓库里再找一套70多的领伤宝宝装备，加明斯套可以直接改成高级隐身套啊。咱们宝宝就用这套装备了。换完装备，咱们攻击已经来到了3114。还不是很高啊，咱们再试咱们这套权力的力劈套，等会带小朋友抓鬼试试咱们权力宝宝到底好用不好用。来吧，练习生已经就位，咱们直接出发。去之前咱们先把炼兽精吃一下啊，刚忘记吃了。这个时候咱们伤害已经来到了3188，再给每个小号分配一个个性宠，这样的话方便触发咱们的超级合纵。 OK， 来吧，第一个双胖鬼已经触发了超级合纵。这次运气比较差，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一个龙卷雨击怪全部就飞了。哎呦我去，没变卡竟然秒不死，我去，12000，果然是权力宝宝，又触发超级合纵，可惜还是个双胖鬼，这也不扛揍啊。又是8000，触发了超级夜战，我去大丝花，一下15000啊，触发力劈套，直接一回合，这也太迅速了。不过打血鬼就没有触发什么超级合纵了，我去，我这龙宫是真能爆啊，竟然没有触发连击，一回合没结束啊，两回合总该结束了吧，13000，你妹的还不死啊，不是吧，这还不敌以前呢，竟然要3回合了，后面就没有触发超级合纵了，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。十个鬼给了一个八卦坠，任务还可以，再去试试 PK 好用不好用。还记得我之前说的我是全梦幻前五龙宫吗？我是真不吹牛，不信你们看是不是，现在第六，离前五就差最后一名了。把咱们的网红机关的套子再改一改啊，把高级名字套改成高级隐身套。隐身套虽然掉伤害啊，但是如果这种权力宝宝不带隐身套的话，在场上很难出手两次，所以降低伤害也能理解嘛。毕竟在有时候卡到对面没有感知鬼眼的时候可以拉出来，能造成不小的伤害。这个模式宝宝还是比较重要的，咱们后续也会去贝尔朝生把剩余的狂暴给拿回来啊，以后请叫我狂暴军团。OK 啊，开始 PK 模式。第一把就来个摩天弓。我先洗一个龙战御野，那我是包野的。再把瞬击拉出来，看瞬击伤害。给我炸3800，还可以啊。再来又吃我一个龙卷雨击，我去，这不是大丝花吗？宝宝3600，直接第一场拿下，这宝宝还可以啊，瞬击挺好用的。第二场再拉瞬击，太酷了，这大炮筒，我去，还匹配到了一个水友，那我只能跟他说。我正在直播，我怕你
到时候输得太惨，毕竟站在你面前的可是乾隆公啊。嗯，那不好意思啊，什么情况？还想揍我是不是啊？那你让你知道我乾隆公的厉害。哎呦，伤害挺高，还要除以二三，赶紧给他查血。我去，这法皇可以啊，可惜开场带错宝宝了，不过一样暴力。哎呦，很有针对性啊，针对性亲我十三，那我只能跟你说，厉害的不是十三，而是站在你面前的乾五龙。好，一二三，站住啊！一个仙力激发，你就给我炸！我去，虚弥绿了啊，没有法爆，有点可惜了。没关系，拿起来，我再来一次，给我炸！炸了对面凌波三千一血，你说对面怎么扛？来吧，水友，我承认你有点东西，但是我把你打得满脸桃花开，你都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呵呵呵，拿下。好的，第一分段咱们基本没输过啊，看咱们现在第几了？前五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？又上升了一级，175龙宫。好的。前五龙宫果然名不虚传呀，咱们暂时位居第四，可以。好了，咱们最近经验刷够了啊，可以开始化身第二层了。化身第二层的话，可以增加3点潜能点啊。然后最终的话，咱们会定在化身三啊，然后开始潜能果，因为化身三的话可以带2个四级法宝，加成也比较多啊。来，找之前那个水友帮我们上啊，咱们之前已经灭过一次了，这次还是比较轻车熟路的，没什么问题。OK 啊，恭喜大家达到化身第二层，并获得了3点潜能点。算了一下啊，每层化身需要15亿经验，咱们到化9的话，最起码还要100亿经验。我现在能保证每天刷1亿经验啊，这样的话，咱们到成品最起码还要小半年吧。不过咱们一步一个脚印，慢慢玩，还是先恭喜自己，终于达到了化身第二层。感谢水友啊，咱们又多了3点的潜能点。我看别的法系都是1600多的魔力，我才1400多啊，最起码差了150点潜能果。好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支持和免费小花，下期见我的时候，我有可能成为单挑榜第一的龙宫哦，敬请期待吧。